十五年前，他的指控害他失去一切。十五年后，他以结婚之名展开复仇行动。僕はこの人と結婚する。最恨的人为什么双双陷入爱的漩涡？どうかしてるな。爱恨谜团中，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？3月21日，周日晚上10点，全台首播，民视推理剧场《我们的爱情不正常》。